该不要乱转就不要乱转，可以加速的时候就是要尽量拉成直的啦，才不会影响你的时间呢。这样太多了。看老板那天跟你讲收油刹车，要记得。对，这样差不多。他不是有教你那边要怎么平平的拉下来？车子歪掉的时候就只有你了。啊，没有歪就不用扭，有歪你就真的要扭，把它抓回来这样。你比赛如果照这样跑，应该就会不错了，就不要再乱冲乱撞了。是呀，好，不要翻了，不要翻了，要可。